980降价，可以去买，超便宜。我980 GTX 啊 GTX 对啊，一台超便宜的，16000就可以买到，而且还四 G。你是指那个有电脑的配件？哦 ，NSI 又做得不错，我觉得真的赞，超频功能又很好，又要超了，又要超了。阿诺，你买 i7 是哪个系列的？